从这里再走着秋景区云帅师塔、所以它的路是通的，两条不一样的经络，两条，而且它有一个落穴，就是联络的地方，它就转过去了。宫界还有一个落穴，连接两个经络的地方。所以一般的我们说落穴大分疗效非常好，它可以两条经络管。会有隶书功力，那这些临时一定要跟我们多多的介绍。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急症的话，就知道哎呀哪里可以缓解一下。对，就是急救的哪医生还没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快速一下。在下位那您刚才在为我们谈到，就是肺经啊，它的循行的这些路线啊，那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去透过这些经络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呢？我们现在是下太人。敲一下，敲五出去，王去啊！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呀，回来。无不及此，与何故去之？无及对曰：“臣岂不欲无然而前知其为人之意也？吾在蔡蔡地素非去无所以解其意。”